佛讲六祖坛经，各位观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欢迎您收看《莲生活佛讲六祖坛经》。六祖慧能说：“可以领悟无念法门，就可以证明佛的地位，得到圣贤的果位。这是为什么呢？我们赶快来聆听莲生活佛的开始。那今天晚上呢，我们继续讲六祖禅经。那么六祖说呢？” 善知识，悟无念法者，万法皆通；悟无念法者，见诸佛境界；悟无念法者，自佛地位。善知识。 后代得悟法者，将此顿教法门，以同见同行，发愿受持，如是佛故，终身而不退者，定入圣位。那么，我把六祖所说的话。 用白话讲一遍啊，在座的所有的有知识的同门，你能够领悟到无念这个法门呢？你会所有的法全部通通。 通晓，通通都知道。能够领悟到无念法门者，你可以看见到所有的佛的境界。领悟到无念法门者，你可以证明的佛的地位。 所有的大善之识以后呢，得无念法者，将这个顿悟这个法门呢、啊，同样的见地，同样的行为，能够发愿受持，就如同。 你侍奉佛一般，你如果终身能够悟了这个无念法门，一定能够得到了圣贤的果位。啊，这个是六祖所讲的话啊，六祖。那主要他是在。 讲这个无念法门，也可以讲这个无念法门是六祖在《坛经》里面所讲的，它就是最高的法门。所以我们《正佛经》里面有提到啊，以无念为正，结佛宝。 那这个是无念法门，已经讲过很多次了啊！哎、欸，跟大家都提到很多什么叫做无念。那么仙人法师呢？刚刚他讲，他说在机场碰到我，我问说：“哎、欸，你煮饭了吗？” 啊，仙人他搞不清楚，说怎么在机场能够煮饭。其实啊，师尊那时候肚子饿。<laughs> 这个时候你在机场不用你煮饭，师尊问你，你煮饭了吗？你可以请我去吃一顿饭。 啊，你吃一顿饭，我就把口诀交给你。<laughs> 结果你没有请请我吃一顿饭呐？嗯，你在那边想不通。我今天我想通，<laughs> 这个无念是很难解释的，无念是很难解释的。要叫一个人没有念头，那是不可能的事情。 每一个人都有念头，只是啊，所谓无念法门是这样子，把所有念头啊，过去的念头就过去了，你就把它丢掉，不要再去想。那么现在的念头你在想？ 现在的念头也会变成过去的念头，所以你想想就好，不要太去执着现在的念头，想想就好了。那未来的念头呢？还没有到，你也不要去理会，不用去理未来的念头，未来念头还没有到嘛。 过去的念头已经过去了，不要去想。现在的念头也会变成过去，所以想想就好。这个就是无念，想想就好，就是无念 不可能，人不能做到完全都没有念头的。这个在禅书里面呢，有写到，有一个人站在这个山顶上，那么有人就走过去看这个人站在山顶上。 那他就问他了，然后请问啊，你是站在山顶上呼吸新鲜的空气吗？啊，那个人讲说，不是。那他就觉得奇怪了，这山顶上不是呼吸新鲜的空气，那么你是来运动爬山吗？啊，到达这个山顶呢、啊？ 你是来运动爬山吗？这个人也讲不是。那么第三问，他就在问他了。那你一定是在山顶上啊，看山下的风景啊，风景很美，看山下的风景。他也讲不是。那么你你到底在山顶上做什么啊？ 他就问他：“你到底在一个人站在山顶上做什么？”啊，这个人回答：“我只是站在山顶上。啊”那他的回答也是很很妙，有有这个禅机啊！我不过是站在这里而已，我没有什么事，也没有什么念头。 这个就是禅，我就是站在这山顶而已。啊，今天你问说，啊，师尊，你坐在法座上是在说法吗？我说没有啊，我没有说法。那么你又问呢？ 啊，师尊是坐在法座上看所有的同门吗？看贵宾吗？没有啊，我眼睛瞄来瞄去，但是看来看去就是这个样子啊。我我也没有注把每一个人印在我的头脑里面。那你在说法为什么说没有说法呢？啊，这个就很难回答。 阿师尊的回答是这个样子：，任何一句话都是法，一举手一投足都是法，不用我说，也不说法也是法。我如果坐在这里不讲话，也是也是法。我哪里有说法？ 那你就觉得很奇怪了，那师尊坐在这个法座上是做什么？我就是坐在法座上，没有做什么。啊，每个礼拜六都坐在这里，也没有做什么，因为我已经把所有的过去的礼拜六所说的所有的一切法，全部通通遗忘光了。 我明天早上一醒过来，我就忘掉我今天说了是说了什么。这个就是残疾。 求神拜佛是很多人共通的行为，但是求的越多，也代表被绑的越多。修行人要如何不被所求困住？我们继续来聆听莲生活佛的开示。所以师尊本身来讲起来啊，师尊没有什么对人世间呐、啊，在这个世间呐、啊，完全没有祈求什么。我从来不祈求什么。 应该吃饭的时候就吃饭，应该念经的时候就念经，应该禅定的时候就禅定，应该持咒的时候就持咒，应该睡觉的时候就睡觉，应该坐在这里的时候我就坐在这里呀。啊，每天就是这样子过，应该写文章的时候就写文章啊。 那你到底在求什么？我没有求什么，我什么也不求，什么也不求，你就是佛；你什么都求，你就是凡夫。你求一样也不行。我告诉你啊，你通通什么都不求。 你会过得很好。你求，只要你求一样，你就被这一样给你绑住了，给你绑住了。什么叫做无念？这个就是无念。你因为没有念，你无所求，你就永远不会被绑。 你会过得很愉快的日子。你今天求一样就被一样绑，你求很多样就被很多样绑。我师尊师尊是这样子的，不是没有念头，是有念头，想想就算了，不一定要有。 所以有一句话讲啊，这个命里哦，命里怎么样？命里若有终须有嘛，命里没有莫强求嘛。所以它自然来的，自然来，自然去的，这个就是无念 这个人本身呐、啊，是有这样子的念头存在，是有这样子的念头存在。但是我们修行的人呐、啊，必须要无念，没有念头。那么这个无念呢、啊，并不是说叫你说完全没有念头，而是呢。 在你的念头之中，你知道这个念头都是会过去的，都会变成没有的，啊，就会迅很快的出现，很快的消失掉。这个成佛之道啊。 就是要叫你认识，很快会出现，也很快会消失掉。这个就是成佛之道，很快会出现，也很快会消失掉。你抓住这个要诀以后呢？你才能够断除掉所有的烦恼。 刚刚这个连主上次有提到，遗传因子，有提到环境，啊，环境就是一个大染缸啊，环境就是一个大很大的染缸。你如果进到这个人世间呐、啊，你没有办法不受污染。 我们人有念头，就是因为受到污染。但是你必须要把所有的污染呢、啊，全部给它、给它放掉，放掉。你心里面不能有东西。所以，真正的佛啊，是把你自己的心掏空掉，掏空掉。 把你的念头啊全部掏空掉，因为所有的烦恼全部通通回到你的心中啊！你每天想那些烦恼的事情，这个也烦恼，那个也烦恼，全部烦恼都在你的心中的时候，你的心难道不会爆炸吗？人为什么有病？就是把什么东西都收在你的身。 身上，你就有病。把什么东西全部吃到你的身上，你就身体有病。把你所有的烦恼全部集中到你的心上，你就有病。所以今天你要断除烦恼，就是把你的心中的东西全部给他拿掉。 才叫做断除烦恼。这个无念就是教你啊，把你的心掏空掉。你有念头、烦恼进来，你就把它丢掉。我不要这个烦恼，就是没有烦恼。有烦恼进来，就把这个烦恼给它丢掉。丢不掉呢？ 丢不掉也会过去了，你就想说丢不掉也会把它丢掉了，也会将来也会过去了，因为你将来要过清明节呀、啊。你总有一天你过清明节的时候，你也是什么都丢掉了，同样都要丢掉，为什么不早丢掉，一直放在你心中烦恼？ 这个是成佛之道啊，这个就是无念啊。啊，刚刚莲祖上师提到的，万念要归于一念，那么一念要归于无念。他没有提啊，他说万念，所以很多的念头要归于一念。 所谓因念呢，就是修行。那你修到最后呢，你把这个因念都没有了，就变成无念，烦恼断尽。哪人哪有没有烦恼的？人都有烦恼的，每一个人都有烦恼的。佛法教你，六祖教你，把所有的烦恼给它丢掉。 今天有烦恼进来，今天你就丢掉。你不能留到明天，越留越多，越留越多，越积越多，越积越多。总有一天呐、啊，嘣，你就完蛋。一个人的心呐、啊，不要放那么多的烦恼，通通把它丢掉。 我告诉你啊，有一个方法可以成佛。你把成佛的念头也把它丢掉，你就成佛了。今天我没有什么那个，没有什么教大家的，我只是教你把你的心事全部掏空。 你心里有事的，全部把它掏空，把你的烦恼全部掏空。啊，你们来问事啊，很多人来问事，很多人来问事。我是帮大家解决哈、啊，问这些事情啊，你问事我就帮你解决。 我是掏掉你的烦恼，我是要想要把你的烦恼拿掉。至于拿不掉的，你也要自己拿掉。欢迎继续收看《连生活博讲六祖坛经》。 在今天的空中读书会当中，我们要与您分享的是连生活佛第一百六十九本文集《忘忧国的神行》这本书里的一篇文章。连生活佛在这篇文章里面写道，在一次的神行当中，到了冥府见到了几位有博士头衔的修行人，活佛,佛很讶异，修行博士为什么也会到冥府呢？冥王回答：是真圣贤不用到这里。 其他的不管是什么头衔，都是要到此一游的。可是他们学佛还是哲学博士哎？明王说，善人也是一样，表面上装出一副和善的模样，如果内心包藏着险恶害人的心，假名士、假善人也全是虚欲而已。善人也要务实，朴朴实实的做善事去，也不用故意避名。 但也不好名，这才是真善人。莲生活佛说：“先平其心最重要。”冥王答：“正是，正是。”莲生活佛听了冥王的话，心中悚然。修行博士也到了冥府，什么什么长也到了冥府，假善人也到了冥府，真令人心惊胆战。圣贤陈希仪曾经说过。 名是古往今来人们所喜爱的，但太大的盛名却为天地鬼神所忌，故天地之间没有一个人能享有完美的名誉。只要名声美誉四起，必有人会来破坏你。欲之所至，谤亦随之，所以名誉要特别小心谨慎。名是福，买虚名必折其福。 大名是鬼神生计。莲生活佛认为，修行这条路不容易走，只能老老实实的念佛，外功与内德兼修才是正路。买来的地位与奖赏全是虚欲，不要也罢。今天我们就以这篇文章和大家做分享。节目的最后，欢迎您打电话进来。莲生活佛文集《层层山水秀》这本书就免费的送给您。 今天的节目进行到这里，感恩您的收看。明天早上的同一时间，不要忘了继续收看《莲生活佛讲密宗道次第广论》。我们明天见。